我知道你需要时间考虑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可以等。 You should be very happy. Yu Zheng loves you, just like I love. You need to treasure him. Speak of the devil. Welcome back. With the little secret talks. That's our little secret. A toast to the Shanghai Trio, Shanghai architecture.谢谢你，今天真的是特别高兴。能为你做些事情，我也很开心。我想知道，为什么是我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总觉得对你和别人都不太一样。 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好像当我发现的时候，就已经深陷其中了。不过这种感觉也挺妙的，还有我雷雨铮控制不了的事情。可是，我好像并没有那么好。 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，是因为你没有遇见，所以你才不懂得爱情。我那个时候对于这样的说法，多少有些嗤之以鼻，甚至觉得很荒谬。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想要生死相许？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抵得过金钱，还有物欲的？可当自己现在遇见了你。 我才明白，不是没有，的确是没遇见。也许这就是爱一个人的感觉吧，小苏。在这个世上，人和人之间产生关系很容易，产生感情很难。 是因为找到一个心灵契合的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，特别是男女之间，真是说不出的复杂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我现在开始慢慢懂得这句话了。所以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对你好，其实我很难给出一个你满意的答案。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不过，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。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。女人总喜欢问为什么，但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没有理由。男人和女人不同怎么了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。 相爱总是有原因的，小苏。说实话，我们两个从一开始认识就存在着误会，还有偏见。可正因为这样，让我们彼此也越来越熟悉。我习惯了你的存在，你难过，我会痛苦；你高兴，我会为你开心。 不由自主的想去关心你，呵护你，去为你做一切，这些我从来都没有做过。小苏，相信我吧。我相信。那你呢？你愿意给我一个答案吗？ 没关系，我知道你需要时间考虑。
我想告诉你，我可以等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韩老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咱们雨天的股票最近十分强劲啊，这股价一直在攀升，三天两头一个涨停啊，一个星期的交易量抵得上过去一个月啊。可不是嘛，这两天经常有人来问我，说你们雨天是不是会有大动作啊？怎么资金净往我们盘上流呢？说不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，上个礼拜我去国外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没错，具体事宜我之前一直在瞒着大家，不过现在可以说了。著名 SG 上市集团老总林顿此时此刻已经抵达了上海，明天这个时候 SG 将会与雨天集团在滨江饭店签约，一起合力打造娱乐城项目。签约以后，SG 集团将会为项目注入大笔资金，和我们一起树立世界娱乐领域新品牌。太好了，这个 SG 集团是个大财团，有他鼎力相助的话，我们娱乐城的项目没有资金压力了。于征啊，你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，怪不得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雨天的股票这么红火。股票啊，雷总，这是林顿先生刚刚发过来的协议书，技术细则做了调整，请你赶紧再看一下。支配。哎，儿子啊，你来的正好，给爸看看，穿哪一件，参加你的签约仪式合适啊？啊？爸，我看您还是别去了吧。滨江饭店离咱家挺远的，您才刚好，犯不着这么折腾。这怎么叫折腾呢？我的儿子啊，能搞定 SG， 我心里高兴都来不及啊。别说滨江饭店，就是远在天边，我也得去给你撑场子。好。怎么，嫌爸老了吧？怕在这么大的场面上给你丢人？说什么呢爸，我看还是这套黑的好看啊。哦，爸，这儿刚好有条领带适合您，来。臭小子，这还差不多。